你想睡觉死定了。我靠，我会说话，我会说话。你好，稍等一下。好，我拿的是一个韩式部队跟一个起司牛奶。哦，好了，我想说刚才有人跟我说等一下，我就在这里等。哦，好。两个锅嘛。哎，十七号两个锅。对啊，这个。哦。这个嘛。你拿去你自己看。对。文爱街82巷12号。
南河路靠龙路。
杯啊。不好意思，看错地址。我在想，奇怪，这边怎么42号？我怎么找不到92号？我没听到，不好意思。Sorry， 我先找你钱好了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个，1930。这个很方便。谢谢。这个好方便哦。对啊，这个盒子很方便，找零钱用的。你刚刚是不是骑到后面去了？对，那是我。然后你还绕去那个大号那个仁爱街。哎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因为我们都看，就是越来越远。哎，这个先给你拿一下。哦哦，给我看。没，篮子我的啦。你拿走我就没得工作了。对，篮子只是我。不行啊，这样子一个客人100块，我跑一趟才70块奈何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耶，哎，不是它的定位，它在定在隔壁一条巷子，那个里面那边有一条巷子是封闭的。嗯。不是，对，我刚才在找它，因为它刚才定位是定在那一条封闭的巷子里面，所以我刚才是骑进去那个巷子。对啊，那边有一条封闭的巷子，所以才往那个方向走，因为它的导航定位好像定错了。然后因为现在，我上到7点多，对，四点正式工作，算，对吧？看你跑多少，有时候想偷懒就会多休一点，主要是看你的单量，像今天的单量就比就跟。以前的好，对，它就比之前的好很多。现在的那个数字就比之前的好很多。哦，谢谢。对啊，就是客人比较多，还好啦，做这个就日晒雨淋，啊，不然就是还有鞋子湿、裤子湿啊，是吧？嗯，好，那我先离开咯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没问题。3800。3800。出去过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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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好的这一轮的，好开心，先会再出发，是吧？应该是今天到最最后才出发，对不对？